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我先给大家看两个词，这两个词的意思一样吗？好，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两个词。牛奶的意思是牛的奶，它的重点是奶，所以牛奶是一种奶。奶牛的意思是有奶的牛，它的重点是牛，所以奶牛是一种牛。我们可以说牛奶是奶牛的奶。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喝过蜜蜂的蜂蜜吗？像这样有意思的词在汉语里还有很多，比如牙刷和刷牙，画图和图画。那你还知道什么这样有意思的词呢？请在下方评论告诉我们吧。再见。